他们骗我的，他们骗我的。 需要利用你来救小雪，来冷静。 小帅呢？这种突然失去最亲、最爱的人，能体会得到。你把小帅怎么了？小帅呢？痛了吧？少说废话！曹俊在我的手上，如果你不想曹俊出事的话，你最好把小帅交给我。曹俊是你哥哥，你怎么会下了手呢？ 帅就不一样，害了我非亲非故，杀了他几十日日班长，你想恐吓我、威胁我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小帅是无辜的，难道曹俊不是吗？是你杀死我姐姐的，是你一手粉碎了我的家人，杀了一个小帅，算得了什么？啊！要逼我，要逼我！
Incoming message. Scanning. Receiving upgrade information for database. Message received.痛苦，有谁知道我的孤独？妈，你又去打人了？没有，是人家打我。信你才怪！不信你还问？你不答应过我不再打人了吗？不是我打人，是人家打我啊！那你为什么被打？因为我不想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想干啦。真的吗？谁骗过你啊？曹俊，我是认真的。听我说，你再相信我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一定退出。想把泪止住，不被放逐，我就一直足。妹呀，你工作很好玩没？有事没事就去巡逻，有胆小的话，你不知道抓贼。哼，还要处理绑架案、非礼案、黑帮的案子，哼，还有家庭暴力案，啊，还有最重要的谋杀案。啊，谋杀案怎么管的？闭上眼，不要那么单纯好不好？新加坡警察局有很多不同部门的，每个部门呢都会负责不同类件的案子。像我这种小小的邻里警察，最多只是负责邻里的大小案件。真的？骗你有钱吗？难道我像卧底吗？其实有个妹妹当警察也不错了，至少可以保护家人，不保家卫国嘞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讲过你了。是哪来的？喂，妈。两位啦，大家都是同事，麻烦什么？
对呀、啊，最重要的是你姐没事。哎，张婶来了。张婶。张婶。张婶。Everything OK？ 有好消息，你们两个可以不用当保镖了。Why？ 贩毒局已经把这个刑犯给逮捕了。太好了。谢谢你们两位那么多天的照顾、啊、既然最后一位嫌疑犯已经被逮捕了，那么应该就没有人去骚扰我姐了吧。嗯，哎呀，终于可以放假咯。辛苦大家了。瑞芳，跟我过来一下，我是要跟你讲。你们了解我的吗？不要，我去当我。帮个忙，这是最后一次。需要多久啊？这是个大集团，等消化了两到三年。这么久啊？过后保证你升职加薪。啊，升职加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失去两三年的自由和自己。张哥。三年真的太久了，我怕我不能胜任。瑞芳，做卧底是没有自由和自己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你破了案，就可以避免很多人受到伤害。我是信任你，才把这个案件交给你的。只派我一个人上阵？还有两个同事。还有这两个人，那还没那么寂寞。张婶是谁啊？我认识的吗？张婶是谁呀、啊？不说啊，张婶。张婶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小七在那里。是啊，大姐，是不是天气太热？我可以到桌上拿把伞给你的。你先走开，我们好了再打给你。可是大姐，曹哥吩咐我要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叫你走就走。是大姐。姐姐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这么凶啊？姐姐真的那么凶吗？你走什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是不是有人打你？没有。说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没有。文哥，咩事啊？唉，是阿成好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即刻打给我。
哥，俾面我啦，以后请你饮茶，好唔好？阿蛇，立刻跟我回来。大姐，找我什么事吗？为什么我跟的话还没到？大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哦，一定是凤楼他们抢了我们的货。那时候，喇叭就要向我们放货啊。立刻送小七回家，然后去找凤童。稀客啊，曹大小姐居然打给我。风头，我知道你瞧不起当家的女人，那你也不要耍手段，抢走我的货吧。堂堂一个老大，竟然用那么低级的手段。我用了什么低级的手段啊？曹大小姐，你的货不见，关我什么屁事啊？我就直接一点跟你讲，你的帮派里有我的内鬼，是我的内鬼通风报信给我。看在同行的份上，我给你两个小时交出货来，不然我就叫曹俊出。你在用曹俊压我？或是曹俊，就算我不用他来压你，他自己也会找上门。你可知道曹俊疯起来是比你更疯？曹敏，你不要开口闭口就用曹俊来压我。曹俊是个老几啊？你有本事的话，货就靠你自己来拿。要不要顺便叫文哥一起找上门？这个臭女人！还剩下一个小时55分钟。你又怕你呀？一个小时54分钟。喂！走开！小西，有蛇哥陪着你，才没有人敢欺负你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不用啦，啊，我不用啦，啊，我不用啦。是那个王八蛋出卖了我们。峰哥，可能是那臭三八，会钻都给你跳进去，你也不知道。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给我查出是哪个兄弟干的。知道了，峰哥。我都说了，八成是那臭三八会钻都给你跳进去的。你也是的，那么容易就露出马脚。他摆明就是在套话嘛，那么容易就说货是我们拿的。峰哥，那曹敏的话怎么办？收着还是丢掉？什么都不要去。峰哥，你最好把他们的货给收好，否则曹俊一定会杀上门来的。说什么？说完了。于哥有个干女儿。我知道于哥对你有恩，想帮他报仇。你需要我帮你找出多一点关于于哥干女儿的资料吗？我知道你有心，但我不想麻烦你。有曹哥在，有什么拿不回的？看来以后文哥是不会那么容易相信我的。你在香港一定要好好的服装嘛。知道了，你也是，不用担心。有心事记得找张四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不要啰嗦哎你。是不是人手不够的问题？对，阿蛇是你的助理，
阿宝和仁忠又是曹哥的组合，我怕我一个人应付不了。那就请个助理吧。多少无力的控诉，只因那冲动的一步，我竟没有